我不是太清楚这两家机构他们减持中石化它背后的原因，不一定说他们是看淡中石化的股价，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国内的股票投资的比例要降低而中石化是其中一家比较权重的一期股票，所以他们是减持这个中石化。整体来说，如果油价下跌对中石化基本上是比较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是最终的也要看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因为我觉得中石化它面对最大的一个风险还是政策的一个因素，因为现在成本油还没有价格还没有开放政府还是在控制这个油成本油的价格，对他们来讲炼油的业务还是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政府最终会补贴多少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因素，数字是怎么计算还大家也不晓得，所以这个还是最大的风险。但是看它技术面向了这个大概在7块钱的左右是有一个一点点的支持，而早一阵子的6块钱的一个地位，我相信这个支持的力度是比较大一点的。